攻击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人要攻击你？你没事吧？哎，我们家住这个南面呢，我没事啊。你不看我好端端的坐在这里，要不要喝？当年因为一些意外，导致你的元神陷入了沉睡之中，于是父神便将你的元神放入了一株金莲。明天上午十点之前，要是看不到结果，我会亲自向程警官检举日化。没有乐在其中，只是很多时候我必须去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。我也讨厌这样的自己，但是没有办法呀。